这是一段剪辑，我帮他遮住了，可以看出来色差非常的大。选中其中一段导出针，另一段也导出针，把这两帧图放到 PS 里。参照对比着进行调色，调色过程我就不放了，调到色调差不多就好了。分别把这两张图选择文件导出颜色查找表保存好。回到 PR 里面，新建调整图层放到需要调色的视频素材的轨道上方。分别导入你刚刚保存好的文件。同一段素材就用把调整图层放上去就好了。我帮他遮住了，然后它们的色调就差不多一样了。可以再放一个调整图层上去，我帮他遮住了，风格。这个方法适用于我这种色差太大只会用 PS 调色的人。如果你 PR 调色也可以，那就当我没说。拜拜拜拜。